跳下去了，跳下去了，都跳下去了。右边打。这个在哪？在高塔厅，在高塔厅。前面，前面。哎，你直接压了。确实要确，要确定嘞。打野，护盾进，看护盾进。好。阿迪哥哪一队？你猜猜看。我哎、欸，你绿队啊？敌人。哎，敌人护盾超多啦，怎么办？敌人，敌人，敌人七个护盾技能啊！敌人没有没有没有，里面的外面，里面的外面，里面的外面。我那个送啊，哦哦，送送送哦！快点，里面的外面啊！我是火箭队，我是火箭队啊！哦，我黑色。我都跟那个板木老大要一些高层目标。怎么嘞？哎，我怎么有一只啊，白痴哦！110。哎，这么竟然打到我头！哎，花生打他。花生他还500啊。我打他，他现在残血了啊。他进去就塞我头哦。AD 不捡我枪吗？我被吃伤了，剪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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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到，抓到，剪头剪我脸啊！我用大师球抓力物啊！哎，用大师，用大师球抓我一点。哇，好多人哦！哎，打一个来，为什么？这里。因为 AK 很痛。AK 超痛哎。两跳两段，你们两个那么凶啊、哦！真的假的？标点超惨，标点超惨，枪口。哎，直接站在这上面打！哎，今天有人 AD 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我知道。AD 我要补哦，你先打。AD 是怎样？残血大惨大惨。AD 要确定哎。艾迪要确定呢、欸，艾迪你要确定呢、欸，艾迪不是，艾迪不是手雷，手雷大神，自炸大神哦，艾迪弄坏，一切都是效果。对啊，的确是赢的啦。这兵在丢哪里啊？坏花生。我哥说难没有办法。要他盾技的。哎，你抬我头跟我脑力值嘞。哦哟，花生是低酸。Double kill。哎，你左边来了，左边，左边打，被我点烂。我这个，等一下。还有一只哎。我怎么知道在哪？左边中间，我看到了，他们两个在中间。救援区在哪里啊？右边。哎、欸，他是想要救他队友啊？哎、欸，他往下跑了。他下去了吗？没有啊，他去下面了。枪口示意。全在左边。还有一只哎、欸。
在右边啊。他往下跳。右边打。这个在哪？确实要确，要确定嘞。啊？为什么突然间就 S 了？好虚哦！哎呦！哎，花生你要不要啦？我老大，老大是龙龙吧？哥，你们那个凤凰当然是那个在狙击，是从那个狙，是从那个狙击大神来的吧？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的外国佬可以的。外国佬，等一下，那么多人啊！剩一个啦，剩一个啊，花生打他，快点啊！花生倒了。第二个来了，Eddie来了。他掉下去了。他救他队友。来了，过去了。好帅哦。刚刚 Eddie 怎么那么帅？我很少在拿芯片枪啊，芯片枪太贵了。他死掉了。啊？死掉了。他说团队突袭。团队突袭啊！来了。残血 AD， 残血 AD， 残血 AD， 真的。AD 是我。另外一边有来了。AD 好帅。这敌人真的跑得超快。花生你要不要 MP 四零呢？底下去哪了？剩个在